大家好，帅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有幸啊，请我闺女陪着我去买各种食材，想吃什么？烤肉。烤肉是吧？然后呢，得有好长时间没吃了是吧？是。因为赶上春节，得有三四个月了。但是孩子们不吃肉是不行的啊、就是大人不吃无所谓，减点肥什么的。但是孩子就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减肥啊。然后你老弟说还想吃点什么？涮菜。涮菜是吧？嗯。吃点麻辣烫或者涮菜什么的。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好用的锅，大伙儿都知道是吧？既能什么？烤肉还能涮菜。然后就觉得出去吃呢不方便，还是在家吃方便啊。今天咱们就去外边采购多食材。好的。然后你妈说让你跟着我提了提这东西，我怕到时候有的东西我忘了买，行吗？行。走，出发买食材。走。给孩子们烤肉啊，大餐。到市场了。这个真希望你妈妈赶紧好起来是吧？是的。到时候带着你妈妈一起出来逛街。给孩子们来点爱吃的北京西餐，各种肠。我要来点烤肉的。烤肉。对，烤的嫩的。烤牛肉吧。对，牛肉。给我来一个一斤半左右。一斤半。对，哪块最嫩？来上哪儿有肥有瘦。上哪儿行？给我切成片儿行了啊。行。好嘞。回家直接一腌。有肥有瘦多好。挺好，有肥有瘦。对。行吗？这个行，来一块这个块吧。好嘞，都给切好了，还挺好，一片一片直接烤。对，来点辣椒圈，荤素搭配，来个芹菜。别的还需要吗？需要。烤肉的都齐了是吧？辣椒，然后家里有洋葱有蒜，然后咱们买完生菜了，别的还需要吗？涮菜，你要吃吗？行行行行行。好，你帮我拎。好嘞，我去挑别的啊。好嘞，你再给我来点那个涮菜的，来一蒿子杆儿，再给我来点菠菜，对，再来个豆苗。所有食材都买完了啊，有闺女还挺好，小棉袄还给我递了点东西，呵呵，谢谢啊。别客气，都有你指挥，我们听从命令，给买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闺女管事儿呢，那家伙给我递了东西，大嘟噜小嘟噜的。说那话，看看哎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对，长大了，该利用上了。然后这一大堆东西啊，这茬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呀，配一点儿，这点儿也200多块钱。哎呀妈呀，不贵啊！肉，牛肉花了58，鸡肉22、23呀，菜是70的，挺好。今天咱们来一个烤涮大餐啊，200多块钱在家吃一顿烤涮自助啊，相当于，你看呀，多丰盛，才200多块钱。然后有这个牛眼肉，牛这个最好的部位啊，特别好吃的部位。然后又来点培根，还有鸡肉肠，打工都减肥，来点这个吧。我没减肥。再来点那个萨拉米，这个是涮的啊。然后五花肉啊，金针菇也可以烤是吧？当然啊，我以为是涮的。涮的就行。再来点那个辣椒圈，拌个芹菜，荤素搭配。来点洋葱，还有干料、湿料、小青蒜，然后鸡翅啊。我还买了一盒这个肥牛，一会儿可以涮。啊，可以做麻辣烫，都特别好。下面先开始开烤吧，因为得有2-3个月都没有烤肉了啊，都跃跃欲试了。你要在饭店这两盘就这两盘的量，就得200多块钱。肯定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一盘就得出4盘。说白了，就在家吃顿200多块钱，能在那个就是饭店得顶到800。要不人干嘛呢？你还有涮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有涮的菜呢啊！马上开吃。现在这个烤涮一体，这个我儿子玩的倍儿溜，都他操作，都是他操作了，自己来 DIY， 随便搁。对，搁点这个五花肉，然后让它上面有点油，一点油不用放，特别低油健康啊。这个烤涮这神器特别的牛，它是分区域的，然后中间是烤完之后可以搁在四周，
可以保温，然后中间再继续烤，这一点特别的人性化啊！一家人围坐在这个烤炉前吃点烤肉，太幸福了。来点牛肉吧，边上都是孩子们爱吃的培根肠，而且它这油烟基本上没有，真好。好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北哥。周末快乐。周末快乐啊！点一下在家花200块钱吃顿烤肉，什么感觉啊？相当于这个饭店800-900，开吃。关键你不觉得？反正我觉得，估计一般吃烤肉好像就吃不痛快，人多吃不过瘾，是是是，还不敢吃，那一盘肉都得70-80是吧？稍微好点的，你在家来点眼肉啊，是吧？上脑啊都行。完了，这个烤好了往边上一搁，大家吃来。嗯，好久没吃了。哎，你别咬我脑袋啊！这家伙，我一咬我脑袋，把脑袋给咬晃了。这家伙可大新闻了。是。哎，你关键你碰瓷儿，我也没用啊。吃烤肉，呛的把脑袋给咬掉了。来一个啊！你太香了。嗯。好棒！哎呀，无敌了！来，快往边儿搁，继续烤，这家伙，要不然烤啥？这牛肉往里招呼什么都行，要不然供不上进度，是不是？这边吃着，两边往边一搁，还不糊，中间还能烤着。哎，真是太棒了！来一个光是肉。哼，我们先烤，烤差不多了。然后一会儿开涮，啊，涮得溜溜份儿，啊，更好吃，是吧？一个给你买菜，一个付给你服务，怎么样？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又有点受之无愧。对，应该的。我跟闺女还说了呢，我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外边，开春了，散散步，玩一玩，多好啊，是吧？到时候咱把那锅拿上，看看能不能在野外弄。电源大哥，有哎，有室外电源，是吗？嗯，可好了，嗯，倍儿棒。你来吧，要不？我都吃了。是吗？你吃了？嗯。来一个五花肉，真棒。我要蘸点湿点的，蘸点干料啊。配一个辣椒，再配一个洋葱。拌蒜，你蒜我搅着弄，好，来，一口塞，哇塞，太爽了，过瘾，一整块的五花肉啊，嗯，太满足，鸡翅烤熟了，太棒了，来吧，儿子，第二锅五花肉开烤。哇，太有食欲了，来吧。这块行，来一块。酥了都。酥了都。咱们整一个，整一个就这样干嚼的啊。哎呀，满满的满足感。吃完这一锅啊，烤的这个五花肉啊，吃完烤辣椒，开始涮菜啊。哇，太棒了！你真能照顾，我儿子非要吃烤辣椒，说这儿烤肉特别腥。上次你没在家，我几个烤过一次，是吧？特别好。儿子，啊，这是你自己烤的？啊，也不错。土豆片烤辣椒，真够棒的，吃吧。哎呦，这小伙子真行啊！哇，最爱这口烤辣椒。你得一口气全部吃，像你跟我这脑袋比，比那脑袋还大。你跟你儿子比一比，看谁吃的更漂亮。你别呛着，更漂亮。颈椎行吗？儿子，我这不行，这太大了。哈哈哈，太烫了吧？慢点，慢点，这脑袋。烤盘已经拿下去了啊，煎炒烹炸那个都可以。
然后这个参锅是涮啊，现在咱们马上开涮啊，各种蔬菜加上肉，您吃火锅麻辣烫啊。烤盘已经端下来了啊，下面开始开涮，来吧。这一家的吃货，来吃货，吃货，真是吃货。但今儿你人好家伙，真够值的。就是俩孩子在家，可就吃呗，吃。不是，趁孩子要不在家的，我们吃就跟偷嘴的似的，感觉。跟犯罪似的。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为什么孩子一般中午都不在家？你要晚上吧，你要吃的这么多吧，也不好，不易于消化。对对。哎，涮点菜。嗯，孩子爱吃烤肉，是大人爱吃涮肉。对，我爱吃涮菜啊。所以说这个全都给你解决了，全都安排了啊。200多块钱，吃出了千元大餐的感觉啊。你们也可以试试啊，在家可以烤涮一局啊，特别超值啊。我们吃涮肉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